这车没撞坏吧？哎呀！哎，小伙子，咋了？你把我鸡蛋撞地上了。这怎么是我撞的呢？我过来，他已经掉地上了吗？那你玩你那车给我撞的。我的车还，我看有点给我撞掉漆了呢都。不是小伙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鸡蛋可是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老母鸡下的蛋，孵的鸡子，然后再下蛋再孵鸡子，产下来的，你知道不？这鸡蛋营养价值老高老高了，这一颗鸡蛋，你别看它小，它能治病，你知道不？癌症都能给你治回来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这么神奇，赶紧的赔我钱。不就是个鸡蛋吗？我赔你钱完事儿的，2块钱足够了吧？啥玩意儿？2块钱？不可能！你最少得给我3000块钱。3000？啊，就是破鸡蛋，哪值3000块钱呢？啥叫破鸡蛋呀？祖传的鸡下的。你问要3000块钱是吧？行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给你好好捯饬捯饬了啊！你看我这辆车没？啊，全球限量款，全球唯一一辆。你可拉倒吧，你可别哄我啊！哎呀妈呀，你还不相信是吧？你看我的车刚撞到你了是吧？啊，然后我的车漆蹭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车漆全球都找不见啊！我要是补这块车漆的话，你知道我得去哪儿吗？我得花好多好多钱坐那飞船去那月球上找那原材料，然后拿回来再做它的车漆。行，你要3000块钱是吧？我赔你，那你赔我车漆。车漆老贵了，卖你一辈子鸡蛋都卖不完。别，那啥，兄弟，你看我也就是个卖鸡蛋的，也没多少钱。你看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筐鸡蛋拿回家，给你补营养，你看成不？不是，我说这一盘是他的，肯定不够的，我得要2盘。哎，兄弟，你给我留点儿。我这车漆是吧？那行，你都拿走吧。那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？3000块钱还要吗？不要了。我车漆，我告诉你。啊，车漆。这事儿给我整。